睛的保养啊，眼睛保养我花了3万5到屏东去学啊。眼睛怎么保养？记得收台，眉毛下来，眼尾下，眉毛跟眼尾这边有洞，两个洞，四根手指这样用力按摩，记得收台是营养进去，所以几乎所有的人98%都是这边就堵住，大脑先萎缩，所以这边一定要去把它打通。哦，第二个眼睛这边，你一定要去把它打通。眼睛这边要把它打通，这里用这样，手安尼，安尼用这个针针接。如果恁喉咙不使听，为什么？今天是台湾正是很悲哀的一个地方，这为什么卫生署一直很恨我？因为我都要讲真相。没事，我们爱你就好。营养由这边进去，啊，这边流体，加以毒素要排出来。所以你们的白内障、青光眼都是你们眼前黄水怎样，现在毒素怎样，带回处理。上下要用这样，就安呢安呢，拇指跟后边，食指尖啊，上下抠，会疼，抠到怎样？没疼，没疼，爱情不？痛咩？痛啊！抠完了以后，你用你的这个地方。这个所在，目睭起起，为目睭来个打个气落去，放气5秒，用力，和眼球凹凸凹凸运动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眼球去凹凸运动。然后你用你的掌心，就像安尼，用力搓，说我就修就修就修。为啥就到五楼？因为这个温度可以把眼球里面的血管、微管里面的毒素怎样，把它排掉。那个眼前黄水经过睛明穴、膀胱经到肾脏、膀胱排掉，还有一种排骨处理。然后中午时间，因为我们的今天的台湾的政府叫做杀人政府，卫生署就是杀人的。帮凶，那个什么筷子手，筷子手，他一直叫我们，他就一直在做灭种的计划，叫我们不要炒太阳。来跟我说，中午太阳，中午太阳最补，最补，那你就别用，尽量去晒太阳，晒20-30分钟，晕倒了。然后你用亚基油抹抹就好，手脚抹抹，胸口抹抹，穿低胸，然后头下就不就。谁怕谁？眼睛太小了，看他，然后眼睛闭着。谁怕谁？太阳公公，我好喜欢你呢，因为你最爱我，所以你要堵我，对不对？跟我说，阳光，阳光，中午的阳光，中午的阳光，最补，最补，三个紫外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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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个远光线跟两个紫外线会让你身体很多酵素去转换，好不好？好，让你骨质不疏松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个紫外线对身体不好，对不 对, 对, 对，我就是要给它照射，我给它照射，我这个时候我的松果体会产生，会跟我说褪黑激素，褪黑激素，我照射阳光，照射阳光20-30分钟，20-30分钟我产生非常多的褪黑激素，晚上就好睡觉，晚上就好睡觉，它可以修复我一整天的疲劳，它可以修复我一整天的疲劳，它还会把病菌杀死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们卫生署刚才协议讲叫啥来着？校工会报，你卖死你又卖一旁，你卖啥熊外国，出出品。我告诉你，最不能戴帽子哈，
只能够用涂椰子油，椰子油防晒，都不要去抹任何的防晒油，因为椰子油是最好的防晒油，椰子油会让你皮肤美白。哦，用椰子油，好不好？水压油，水压椰子油。可以晒很久吗？啊，可以晒很久，只能20到30。如果晒太久会怎样？我叫你晒20-30分钟，那我就会晒一整天。然后呢，晚上看这里，把电灯关掉。晚上这个动作最棒了，把电灯关掉哈。然后在家里面哈，我要先告诉家里面的人。要像上次我在家里面做啊，因为阮某九点外去睡，我想我10点吼，阮查某囝、阮仔婿、阮孙仔要睡，我就安尼。啊，就白啊，吼，迄个啊，目睭金金，哦，迄粪扫桶，迄扫帚，迄什么物件、啥物件，我就目睭看看吼，啊，就白了，白到阮某房间啊，我唔知阮某。暗时要起来开创啥物？因为毋是放了伊也袂着袂做啊！因为出来我看我有困无困，我门拍飞我就看，拍我一下，惊一条话就无无声。哎，你第一时间看的吼？一定要关电灯吗？啊！关灯。我就是这样关电灯才有效。哦。因为你要了解，你只要照我方法做吼，视力会越来越好。啊，很多学生照我方法做，本来300多的吼，啊，剩100几多，很多白内障，我们那边可以照弄破啊。因为我们的视力，我们就集中在我们瞳孔里面正中心，但是瞳孔的四周占了65%的视力，我们都没有用，请你去用它，你用它，你的视力会恢复越来越好，要不要花钱？没有，师傅都许愿一阵，连胜桃花。他刚好除了神经病以外，才会去做。说近视啊！我这样做，近视都很快就恢复正常。因为我们去参加那个是以色列一个瞎子，人家家政方法，他做一两年后视力变成正常，他现在全世界教这种方法。斯坦德的眼睛保护啊，我告诉你，他很好赚，啊，一个人就是3万，狗刚，他就是宠物，我们在一直在做这些动作，白天晚上一直做这些动作，然后你拿一个在球，在球哈，网球，哦，跟你先生跟你女儿或者没有自己一个人一个墙壁，眼睛闭一睁眼，丢下去，然后接或是丢在地上，这样接，或是这样丢，伸手接，这样手再接。哦，换成变这只手，变只眼睛，扔来扔来去，就是这样做，啊，或是用合作为了大家，叫我大，啊，这个手能够跟球拍家才行才行，在中间把它遮住，哦，你这样一做，我会告诉你，然后吃一些金银树、叶黄素的东西，哦，有叶黄素、有金银素跟绿藻、蓝藻、维生素 A 的东西，眼睛视力这样做，100%。白内障不用开刀就好了。你别问我。勤不勤劳？好。